那是你不喜欢别人。你呀，坏就坏在眉眼上，心气太高了。姐，你的手好冰凉呀，这两天呢我给你煮一些红枣汤，这样的话可以暖身体，手脚就不会冰凉了。怎么，是不是他家里面的人嫌我们小门小户的？你姐姐我都帮你想好了，你看，只要你跟世君是真心的，日子是你们两个人过的，别管别人说什么。你记住了，姐姐都是为你好，我最疼的就是你。姐，这么快就长这么大了？真的错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想，什么都不在乎，我只要姐姐你好好的，我要你好好的。你要是真的不在乎，你就不会这么痛苦。你知道吗？人生最幸福的事情，就是你爱的人刚刚好也爱着你。我是没这个命了，可是姐姐我希望你幸福，你要幸福。